像条狗一样窜来窜去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你可是无风谷大师兄掌门的亲传弟子啊，你不过是掌着有几件英镑得意什么？你长老争夺战比拼的是个人实力，藤家把元婴法宝借给弟子使用是什么意思啊？每位争夺长老的藤家弟子都有自己的英镑，从不存在借用一说，持自己的法器参战合乎门规，都是掌门高徒，怎么连借英镑都拿不出来？藤某真有些想不通了。打不过就承认自己是废物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不丢人。滚着，我跟你拼了！红明，掌门还没宣布结果，一个个就猴急上前，毫无礼数。无风谷接连陨落五位长老，刚一出事，你们藤家就立刻派人争夺长老之位，别以为老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掌门若是有意见，可以亲自去见一趟藤九大人，大人对于无风谷内之事也是颇为上心的。圣者藤少，长老之位由藤山担任。掌门，有人引动了护身大阵。风谷果然是赵国苍天大乱，这大阵杀伤力竟是元婴巅峰的水平。早听闻无风谷武光剑阵的威名，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，好阵，将来必为我藤家锦上添花。剑阵虽强，终究是剑之造物，既然你以剑气为阵，我便以剑破剑。万剑剑开！风谷不知因何得罪了道友，王某前来杀藤家之人。可是爹，
成凡人灵根进食的事儿，你莫要理会。他们就是祖父。继承了四叔的恩，便再帮你们一把。张狂师兄，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撕扯聚灵针，嫌命长了是吗？你要一个人去天道门？要灭的不止一个天道门。大人交代，京城地下有没有受影响？回门主，一切正常。好，这件事情不要声张，你去跟首都大人禀报一声，我有事求见。门主，这里毕竟是天道门，是不是让首座来见门主您就行？他不过是藤家一个螃蟹。住口！这种话休要再提，让首座大人听见，老夫可不会管你。你说到底是老狗才听话，还是听话的狗才能活到老啊？啊！我估计你前头那两位始祖是没想明白的。首座大人，天道门上下唯您马首是瞻。京城情况可好？啊，有毛贼伤了几个弟子，不碍事儿，请首座大人放心。你们天道门伤多少死多少我懒得管，但如果你们保护的东西出了问题，这门主藤家不介意再换一换。是，老夫这就动身去京城捉贼。天道门门主，怎么回事？出来了。道友，吴某哪里得罪过你？为何回我护宫大阵？吴存素，你还在废什么话呀？砸我藤家山门，我看是谁狗胆包天。杀了他，取缨练马。藤家小儿能使唤天道门主，赵国这天还真是变了。但满城连根，不可能只供养出区区结丹修为，不对劲。你若杀不了他，自有人能杀，那你这掌门也自有人能做。吴存素，别忘了如今这赵国是谁的赵国。两位
天道门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受死！一掌就下了五台锁，他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说，彭家到底在密谋什么？呸！给我放开！你敢动我，我太爷爷、童发元老祖不会放过你的。老祖最是护短，你等着吧。要是敢伤我一根毫毛，必将你受不回世破之苦。王某有幸见过。前辈饶命，我说，我都说。前辈，这是赵国所有的灵脉图，这灵脉是老祖所建，用于抽取凡人灵根，供藤家人修炼所用。整个赵国的地下，竟然都藏着这东西。灵脉就镇压在山门地底，平日由天道门弟子负责养护。前辈如果要看，你等如何从凡人身上将灵根吸出？这许立国，敢跟主人嘴硬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灵脉的门派中都有这样的法阵，没有修炼过的凡人灵根会被直接吸出，再经由灵脉运输为藤家所用。敢如此欺辱本少爷，一会儿定要你生不如死，百倍奉还。你要叫来的人是谁？是寂寞长老，让他来。寂寞大仙驾有，闲杂人等即刻让道。哎呀，是这样啊，这就是寂寞大仙啊。对呀，大仙，您说要给奴家抓采补用的修士，这都三天了，您不会是不敢吧？就是，不敢，这赵国还没有我寂寞大仙不敢干的事情，采补就算了，
直接杀几个筑基小儿，用精血给小娘子补补元气，岂不美哉？大仙，什么事情不能先放一放，先和我们？滚！千万要赶上，要是又有藤家子弟死在老夫这里，可就惨了。背后，寂寞大仙还敢说一切好说？不知道哪儿来的元婴出奇，但跟他动手总会不知道。道友，你有所不知，这灵脉主干共有九条，都是藤家所建。这天道门之下镇压的不过是一条支流罢了。灵脉毁了可以再建，人死不能复生啊。道友，你跟我回藤家城，向藤老祖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看起来寂寞大仙这些年过得很滋润。道友，我们见过。看来道友不是赵国人呐。现在赵国藤家一手遮天，你要知道九条灵脉可不是给普通人用的，那可是供养着九个元婴强者，其他宗门都得依附藤家过活，何况我们这种散修呢？九个元婴，正是。200年来，藤老祖励精图治，呕心沥血建造灵脉，硬生生供养出九大元婴修士，将藤家变成了赵国第一家族。再算上藤老祖本人，根本不是你一介散修能惹的。听老夫一句劝，千万不要杀藤家人。今日就不吃吃罚酒，本来带你任何错就能交差的事情，现在只能带你的脑袋去交差了。元婴初期，也敢在老夫面前嚣张？可知我为什么要杀藤家人？道友，我不知你与藤家有什么恩怨，但我只是被藤家胁迫的客卿长老。400年前，你有个叫白斩的小徒弟身亡，你记不记得？他罪有应得，你却买凶杀人，惊动整个藤家城，最终连累多少人丧命。是你那个宁心小儿。哎呀，
还想吃了这个元婴的魂呢，但是看煞星这个样子，我还是不碰这个美刀了。桃花源，既然九大元婴是你的心头之肉，那这人我一个一个杀，不卖我一条一条砸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唐家被清扫一空。这么多内丹都全给他了，走，那我出一块极品灵石，有人有地图吗？你所需的东西我有，自己不受黑石管教，没人能帮你。是你，邱某这些年来整理的古传送阵地图记忆全部在这玉简之中。小国，我回来了。仙人木雕啊，影响着仙人对咱们赵国的庇护，可一定要形神兼备。不管你做过什么，都要保护好自己。爹娘就放心了。王家族，你与灵牌之人什么关系？小女子王了一，先祖王天土是这灵牌之人的四弟。四叔，先祖他老人家中年时被缥缈宗一位仙长看中，下山后成为皇族供奉之一，我王家也是从那时起在京城发展至今。四叔一脉能绵延至今，实乃王家为数不多的一大幸事。他的体内怎么有灵根？每个人生来都有灵根，灵根中天生有一定量的灵气，灵根的好坏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有资质修仙，
所谓仙人，就是可以通过修行从外界获取灵力的人，而凡人就是只能靠灵根中天生的灵气量过一辈子的人。那凡人如果没了灵根会怎么样呢？凡人若失去灵根，轻则病痛缠身，重则阳寿减损。此事定不简单。你还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身体开始变差的吗？不记得了，家里人的身子骨都不太好，郎中看了好多都没查出来个由头，我这算轻的。怕不是王家得罪了哪个修士，被满门抽了灵根。长这么大，我头一次觉得自己这副身子这么轻快，多谢仙人。说起来，我应该是你的先祖。我王家竟有修仙的先祖？当年我与四叔有约，若是修仙有成，我将守护他子孙后代，以报此仙之恩。京城，王家。什么人？王府，两人。正是。进去吧。让我们出去吧。你不符合条件，不能放行，滚开。下一个。怎么出城查得比进城还严？仙人有所不知，这是官府怕有人出了京城不回来，谢谢，因此凡独户或全家者不许出城。这赵国的都城怎成了这般硬吗？这满城的人竟都没了灵根。小姐，您总算回来了，老族长要不行了。祖父，祖父，祖父，怡儿回来了，您这样看看怡儿啊。果然灵气长期耗竭，导致体虚僵亡。仙人，求了这些，求您救救祖父。你救我。仙人，你在这干嘛？真是仙人啊。仙叔，老太爷有救了。是啊，老太爷醒了。老太爷醒了。祖父，太好了。这位是？没想到我王家还有仙人仙祖存世，
真是祖先庇佑啊。举手之劳。哎，先人有所不知，听说自从几十年前仙界大洗牌之后，这京城里的人就变成了这般模样，也不是瘟疫，真不知道为何。罢了，继承了四叔的恩，便再帮你们一把。感觉神清气爽，好轻松啊。夫人，你的头发变黑了。夫君，你的腰杆都直起来了。是啊，此阵名为聚灵阵，可保以王家为中心三里无恙。多谢仙人。太感谢您了。是啊，等等，是我。横月派张狂，请赐教。张狂师兄，你进城那会儿我就认出你了，但是不敢确认，便一路跟到了此处。横月派现今如何？我已经很多年没回去了。张师兄为何会出现在都城？而且你的修为，你体内灵力散乱异常，经脉更是脆弱不堪。当年我随师祖们下山，经过多年苦修，终于到了结丹期。后来我从宗内下山，本想着历练一番，争取有朝一日结婴，重新光大我横月派，可没想到我稀里糊涂的就被抓进了天道门。他们以我身体炼制丹药，我一身修为付诸东流，如今只能被当作弟子使唤。此内有七粒丹药，你一个月服食一粒，七个月后修为起码可以恢复一半。张师兄保重，此日一别，希望还有再见之日。等一下，都城凡人连根进食的事儿，你莫要理会。此事与天道门有关系。哎呀，你知道的越少越好。天道门罔顾众生，敢抽满城凡人的连根，这个事儿定有他人成药，你若干预定会被察觉。他们来了。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撕扯聚灵阵，嫌命长了是吗？谁敢的说。你们先进去，这里我来处理。你干的是吗？敢在我天道门的地盘撒野，嫌命长了。都是修仙者，有话好说，给张茂一个面子。陆长老，这阵人是王兄庇佑他做后人的，不会影响宗内大计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说了算吧。你敢碰我天道门，你是想和藤家为敌吗？他们天道门背后可是藤家撑着的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这凡人的地界也都是藤家的买卖。是。
糟了，是六魂啃食阵，阵中之人的尸骸将遭受六魂魄的啃食，最终落得神识不全，疯癫无策。刚说藤家，我还没来得及去算账，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不能杀我，你得罪了天道门，就是得罪了藤家，你敢？一个人去天道门，要灭的不止一个天道门。